陆军总部所举行的除夕大会餐是由陆军副总司令王多年上将主持的。除夕大会餐席开20多桌，有800多位陆军的官兵代表们参加。席间大家共同举杯，互祝新年快乐。空军总部所举行的除夕大会餐是由空军总司令陈一凡上将主持。陈总司令对空军官兵们在过去一年来推行全速现代化的进步的成果奋勉精进表示欣慰和加冕，并且互祝新年快乐。警备总部的除夕大会餐是由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主持。他对官兵们在过去一年来的辛劳表示加冕，并且举杯互祝大家春节愉快。